太慢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弃了。好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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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种不用打。开一场，开一场，该退。这次我需要去上个厕所，清等一下。 开场，试着开场。你还要打？原则上除了进阶以外了，大部分都会在开场前就放了。放东西被我们被大门的。不然就是确定对面有一台电车很溜，也会稍微拖慢。护法不能加，他还在打。我打赢嘞！啊！ 好厉害哦！真的假的？不行，我要看到影片。<笑>